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8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做一款大家伙啊，它是绝创所推出的钢索，它是以真人电影第四集里头出现的钢索作为一个外观的主要致敬对象。那这个玩具的话呢，其实我本来是压根不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去特别去录制它的。第一，它的年代已经有点久远，而且呢，我觉得呢，这个官方 SteelSeries 推出的这一款钢索的话，我觉得已经做到非常的好了。我真的不觉得说呢，还有哪一家第三方公司呢，有这个能耐呢去挑战这个 SS 的这一款。但是呢，事情的话呢，总是会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诚如我上一集在录那个游民的时候我说，没有期待呢就没有伤害。何况呢，对于绝创呢，我是一直保持着非常不怎么友善的眼光了啊。过去他们有几款玩具的变形啊，还有一些 QC 啊，这些部件的细小等等啊，都是让我对他们的公司呢是非常非常的 保持着比较没有那么欣赏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呢，这一款的话呢，就在不仅不期待，还有点点带着有色眼光看它的情况下呢，实际玩过之后呢，却大大的强烈的改观了啊。那我要再次的感谢一下这个月的一个充值会员的一个努力的给我充值啊，我依然呢达到我的2倍的一个充值的量这边花个1分钟讲一下好了。自从我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的 YouTube 频道被钓鱼网站调走之后呢，我每个月少掉了200块美金的一个玩具的一个资金，然后呢，我就每个月开始呢有做一些电子写真的贩售，那这些部分呢，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一个充值行为的回馈赠品啊。那我是定呢以6000块钱台币，也就是200块钱美金呢作为一个基数。那我会很希望说呢，我能够在这个部分呢填补我失去 YouTube 的一个缺口。那我从一月份以来呢，几乎每个月呢都能够达到1倍、2倍，甚至有一个月达到3倍，就是200美元的3倍的业绩量。那让我真的是给我松了一口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口气啊。让我能够这个节目的话呢，还能够比较顺利的去推行下去，做开箱节目还是要花钱的并不是一个用爱发电的，而且我也不是走商业的一个收费的路线，那最后想想只好跟观众收费啊。那既然观众钱给我，那你们就是我的老板。我的节目的资讯的话呢，会以观众的一个帮助呢是作为第一优先的考量的。那接着这款绝创钢索的话呢，我就是可以拍拍胸脯的跟各位说呢，这个玩具呢会涨价呢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啊，我相信也不是供货量少这个问题而已。那我们先看一下啊，它有附带了一个小型比例的一个 Artemis Prime。除了头雕啊，头雕的话呢是稍微做的有点呆，特别是在这个眼镜的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做的不像啊，眼神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小呆滞啊，加上这个口罩啊是不是做的太大了什么，其他的话呢真的是没什么问题啊。这个金属的一个蓝色银灰色，身上这个红色的线条，火焰啊，盾牌啊，这个质感的这个渗线的部分呢应该做的也是挺好的。翻到后面的话呢，当然就没有，既然都已经是不可变形了啊，绝对不会有什么大背包的啊。有几颗螺丝钉，稍微有点点的小碍眼，不过这个问题都不大了。武器的话呢，涂装呢也是做的一丝不苟啊，非常的有质感的一个感觉。武器的话呢，当然是可以握在手上的。盾牌的话呢，也是可以自由的取下，如果你想要变成是把盾牌背到后面啊，也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那身上的可动的话呢，就一般的一个可动啊，手臂360度的转动，手肘呢也可以转动，二头肌一样可以摆动的，腰身也可以动。裙甲的话呢，骑乘钢索的时候要往上面摆，以及它的一个这个胸下这个地方呢是多了一个关节啊，对于这个摆这个骑乘动作的时候呢是有帮助的。脚的话呢，当然要可以跨开。外摆内收的话呢，这个都是在骑乘钢索的时候呢会用得上的啊。拳头不能转了，这个就不要去特别去强求了啊。那么它跟这个钢索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到底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版本啊。如果依照电影里头感觉呢，这个阿特莫斯跳上去再揍他一拳的感觉来看，我觉得是不是小了一点点，好像应该 OP 没有到这么小了，应该是没有到这么小。那我也是抱着一点迟疑啊，所以我去拿了一个这也是官方推出过的一个雕小雕像，不可变的雕像。如果以这个雕像的比例来看啊，
确实，这个 OP 应该要在至少要这么高。那甚至的话呢，我干脆就拿这个，干脆拿这个官方的这个，SS 这个版本啊，搞不好这两个比例才是比较正确的啊。当然，这个只是闲聊而已，跟玩具本身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我们来看细节的部分哦。这个地方的话呢，就请各位呢见谅，我必须要用手持摄影的方式，因为这款玩具的体型呢是真的比较大啊。那为了能够方便更加清楚的展示啊，因为这款玩具的价格来讲，目前在台湾吧已经涨到台币是5000块钱以上。那如果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玩具呢，我要跟你说，哎，它真的很不赖啊。这个的话是需要负相当的责任的，所以的话呢，我就用一个比较近距离的这个各种拍摄的一个角度呢，啊，我现在是一边录啊，一边跟各位做一个讲解的。那你可以看到了，它身上呢青色的这个部分啊，在原本电影里头呢，钢索就是一个所谓的青背的造型。那这一款呢，除了青色的一个涂装之外呢，它本身还有做出一些像是像是一个孔洞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岁月痕迹的一个样子啊，这个。逼真的程度的话呢，是大幅的提升的，包括裙甲的部分啊，身上许多的地方，以及这个地方，这个刺球的部分呢，倒是做的真的是还蛮逼真的，金属的感觉，又有金属又有石头的感觉了。那眼珠子的话呢是红色的，两侧的话呢，这个角的部分呢，按照变形的需要应该是要折进去了啊。头雕的话呢，做的是稍微呆了一点，然后这个嘴巴的话是可以张开的这个地方。嘴巴是这个人可以张开啊，你也可以把它给闭合上去。那因为在电影里头呢，这个钢索的话呢是有一个特写啊，类似于是不知道是喷口水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头雕我就觉得不如 SS 那一款好看了啊，我们对比一下好了啊。这个是 SS 这一款啊，这一款的头雕确实是比较逼真一点点，而且以颜色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青色是更加的明显，相较于这一款的话，感觉就在这个凸显度上就稍微略弱一些些。手臂的话呢，两侧的手臂造型是做成一样，并非是不对称的。这个大掷弹可以拿下来，待会再给各位做展示。然后这个大铁锤的话呢，上方来看呢是有一些空洞，但是问题不大啊，毕竟呢在整体展示的时候呢还是相当有 power 的，而且它非常的重啊，在拿持的时候呢，如果要举起来。定格的话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手指的话呢，握持在上面的话呢，感觉 power 的力量真的是做的还不赖。然后下方是一个带着一个尖刺的一个造型，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做一些比较圆润的一个处理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石头的感觉真的非常之不赖哦。然后呢可以看到膝盖的部分，这些尖锐的部分呢都有特别做一些比较圆润的处理。那我们的话呢，玩具拿起来的话呢，是真的非常的重。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背面好了啊，角色的背部的话呢，收纳也非常的完整。它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变形啊，是一个龙头直接拆成肩部的两侧，所以说呢，会比 SS 的那个感觉假龙头的话，我觉得要更加的成功一点点。那它的这个。龙形的这个肩甲这个变形，应该是比较借鉴到变形金刚第四集的那个Leader 级的这个钢索的一个变形感觉啊。那整个人形下的细节的话都非常的丰富啊。那在后面的这两片这个裙甲的话呢，它是用尾巴去变成的，而不是 SS 的话呢，SS 确实也是尾巴变成了，但是它是没有任何细节的一个部分。而这一款的话，因为是这个龙尾巴，它必须要兼顾到龙尾时候的造型，所以的细节就很丰富了。小腿后面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死穴的一个部分了。小腿后面呢，这些就比较空洞一些，而且有一个破碎的一个组合，硬凑的感觉就出现了。然后呢，真正要讲缺乏细节的部分呢，是腰部内侧这一带。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探下去啊，特别是你从正面来看，从正面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内部的话呢，这一带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细节图，没有任何细节的呈现了，完全就是一个平白的一个大塑胶的感觉。以及它的胸口啊，你可以看到这一带啊，这一块部件，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个造型的话也是特意去还原到的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部分，跟 SS 这一款去相比较。我们把他身上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先给拿下来啊。他的武器的中间的话呢，是有一块一个凸。啊，就是在这一块凸呢，跟掌中心这个洞去做一个结合，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呢，你一定要握住这个地方啊，它本身是一个手掌，
还是可以去换个位置来做一个摆放的。那在变形的时候呢，是这个跟的这个握柄呢跟前方是分开，中间这一节的话呢，后面这里呢是并没有做一个可以分开的一个部件啊，我想也并不需要。然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呢，这一根啊部分呢跟这个刺球呢，在变形成龙形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可以收纳的。那这是一个带尖刺的一个狼牙棒，从正面敲到头啊，从正面来看啊，有些地方是镂空的，但是呢那个只限于从上面看下来。而这个东西本身重量也是很重啊，垂下去的打到人的话还是会痛的啊。那组合的部件呢就从这个地方，待会儿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给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拆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刺弹的这个刺球的这个部分啊。刺球这个部分的话呢，它这个装载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啊。哎，我这个地方稍微推动它一下，这里，它这个刺球的话是这样子打开的，打开的时候呢，我转错边了啊，应该是这一侧，它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装这种部件都要把拳头收起来，它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啊，它的话呢是要把这个拳头是给手指头是要给张开，这样子啊，张开放到内侧去再去扣起来的。那这个组合上去之后的话呢，稳定性还算可以啊，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它是有一侧是一个凸，另外一边是两个凸，那就相对应的话呢就把它扣上去就行了。那这个也是在龙形下呢就没有得收纳，是比较可惜一点点的。那它身上的齿轮关节的话呢，有的比方说呢像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呢稍微的再合一下，它这个本身干涉的部件的话呢是有一点，这也是这个玩具呢比较会让我扣到分数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齿轮关节之一手轴，再来是这个脚，但是这个裙甲的部分呢，各种的包覆啊，以至于说它的裙甲呢，原则上是限制它很多的一个可动吧啊。如果你真的脚要往前踢什么的，你可能还要把这个地方的罩子给解开。那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凸跟这个地方要不要结合？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反正我是人形下，我是干脆把它解开了。外摆内收的话，是有一个非常难听的声音呢、对，而且是非常的紧。膝盖的话呢？有个齿轮关节，脚踝的话呢没有。那它的一个脚这个地方是金属部件，其实这一款的可动我个人不是很想去展示，因为它的可动就原则上能动的差不多都能动啊，但是细部一些动作要调整的话呢，就是一些裙甲啊什么可能就是要给做一个展开啦。那手掌的话呢是几根指头，一共四根指头，每个根部都有一个活动关节。拇指的话呢根部是一个球关，其他的话呢是只能够张开跟合起来。手腕可以转动。二头肌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转动的。然后背部给我看一下啊，背部应该就只有这两片的裙甲，而且这个裙甲的话呢造型两侧的话呢是稍稍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你可以看到翻起来之后，你看到这个根部的一个造型是不同的啊、哦。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尾部呢跟头部的这个收纳的变形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非常的漂亮的。那刚刚忘了提了，它身上的话呢有一些赛星的一个文字的小细节，整体来说人形的一个摆放的一个霸气度啊，在不拿武器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这个是比一个赞的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绝创钢索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原则上来讲，它的变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逻辑是很清楚的。具体来讲，只是它在最后捏合那个地方要稍微去控制一下，因为它体型太大的关系，它的不好变是体型太大，而不是结构太复杂。他的手呢变成龙的后腿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完全自己完成变形，不相干涉的。腿的话呢只需要处理小腿一些部件的翻折，然后呢就是背后这个部分呢，龙头龙尾的话呢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像这个龙尾巴，我们就先把这个地方给调整过来，朝中间转下来，然后做一个结合。结合的时候呢，中间呢有一些结合的这个卡扣，记得把它扣上。以及呢这个带刺，你这么快就扑街了。这个龙的这个带刺这个部分呢，原本的话呢是可能你把它缩进去，我会建议呢全部把它给竖起来啊，这样呢才不会去妨碍到我们这个部件的一个结合啊。我把玩具呢给弄一个跪下好了啊，镜头太高我变得有点小痛苦。接下来变形它的一个龙的头，龙头的变形真的是我觉得整个玩具里头呢最有设计感的。首先的话呢，前后做一个分开啊，这个部分分开是没有任何问题，直接把它取下来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把龙头呢从这个地方拨开，拨开之后的话呢，前后两侧拨开，
拨开之后，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滑槽，是在这里，整个滑槽把它给拉到最大，然后往外面转出去，到这边龙头的一侧呢就算 OK 了。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从这里分开之后呢，整个拉到最大，再往侧边滑过去。接下来的话呢，两个龙头的话呢要做一个结合，这里的结合呢是非常非常梦幻的。你要记得这个龙头结合的时候呢，除了两侧朝中间扣之外呢，这个龙头是往前放，这个龙头呢是往后放，要以这个角度的情况下呢，再来的话呢把这两个部件朝中间结合了，这样子两个龙头互相交错而过，互相交错而过，到这边龙角记得把它给翻出来。这个时候的话呢，两个龙头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呢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就是一个生命体在转换它的一个零件的一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的话呢就把它的话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合，因为在镜头前面给各位做展示啊，可能有时候会稍微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说我手眼睛的话呢是看这个镜头啊，而不是看着这个实体的玩具。你看这样子一来的话呢，这个龙头的部分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我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说它可以这么做，就是呢它的一个龙头跟龙的尾巴做一个反转。那你看它的腰是可以转动的，可是它这个转轴点居然在中间，所以呢这个在要转动的时候呢，这个腰身呢必须整个是转到正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呢前后呢做一个翻转啊，前后做一个翻转，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个设计。好，到这边之后注意了啊，各位观众你看一下这个它的形态，龙头跟龙尾这两个部分呢是不会有问题的。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往前折，大概这个骨架就已经出来了，骨架就已经出来了。而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整理一下它的一个小腿，小腿这个部分呢，弄这一侧好，小腿这边要整理什么呢？这个部分，这个部件翻出来，然后呢举起来之后呢，这里翻转一个角度，翻转到内侧，从这一侧转，卡住了，从这一侧转，也卡住啊，无所谓，那就先不要转吧，我们把这块部件给推开来，这里。这块部件把它给往外翻出去，好，翻出去，整个部件翻出去。好，翻出来之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把这个手的部分给翻出来。我们要做的最关键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把这个手给翻出来，把这个手，因为这个手要翻出来，到时候要跟前方做一个结合。那这一整块部件呢，手出来之后再把它往前翻，暂时到这边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脚啊，脚后跟啊，这些东西呢就全部收起来，先收到这一边就行了。这一侧的话我们先完成到这里啊，不对，我干脆把这里给讲完好了啊。这一带的话呢，脚的一个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地方，你看到吗？这里是有一块凸，这里有一块凸，它要扣进侧边，这里有一个凹，在这里这个地方呢也是要记得把它给扣进去，而且扣得越精准越好，越精准越好。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们先不要扣，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小腿侧边这一带这一块部件先把它给松开，再推开侧边这里，主要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松开。然后呢整个的话呢部件的话呢把它呢给往外拉一些些，还有往外拉一些些，再把这个手臂呢龙手呢从里头翻出来，连同这个板子呢整个给翻出来啊，只需要做到这是最重要的，再把它整个往前面翻出去。暂时的话呢就先到这里了啊。那我们的话呢整个变形的一个大的一个骨架已经差不多了，这里先收小的再收大的，我们这一带一样的把它给扣进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以这个地方这个转轴，这个地方这个转轴把它整个脚呢往前面给拽过去。那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先整理一下后面这里好了啊，看在后面这里整理一下。这个手的话呢我记得是脚这里，其实这个地方先不变也无所谓，到时候我喜欢把龙腿留到最后再变啊。这边这个忘了，这个龙这个人形的头要先收进去，这个地方到这里好了，这个都无所谓了，重点就是这个往上面翻，以这个地方那个转轴往上翻进来，往上翻，这个翻这个地方是稍微要有一点力气啊，
稍微有一点力气，不是不是随便推就可以，特别是镜头前啊不是很好翻啊，这个地方，这里啊，这里这个转这个地方是真的需要一点力气啊，整个的把它往后翻过去。那翻的时候这个龙头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去干涉到，就不管它，把它躲过那个龙，因为它是可以往外摆，那时候可以转出去，然后呢再把它给整个给推到内侧去。这边整个的推进来很吃力，对不对？对，没错，它真的很吃力。那这里要记得，这个腿一定要完全完全的压平，完全的压到平，然后把这个部件推到后方去，这个是在上面。好，到这里确实的把它整个给压下去，整个给压下去啊。这里的话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我要再翻一次。从这里啊，特别是手指头又受伤的情况下啊，真是搏命演出嘛，对不对？嘿，从这把它给我这里翻进去，好像这边好像比较 easy 啊，是吧？好，推进去。那记得脚一定要往下，整个给压到平为止。这个的话呢，真的是需要花一点力。那么呢，因为这个玩具真的太大了，而且我真的手不太方便，我就把它拿到我胸前把它给变形完了。我大概跟各位说一下，在整个收纳这个腿，你看到没有？它的人头在这个地方，然后身体在这里，他只是把腿呢从这个地方往后折过来而已。那这个地方几个把握的要点，第一，这个两个膝盖一定要往下面很彻底的呢把它给往下面压下去，以及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变形的时候呢，这里人物的裆部下面有一块部件，记得翻出来的情况下呢才能够呢，我刚提过有两侧的凸，要扣进大腿的那个内侧的两个部分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才能够扣得稳。扣稳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地方有个凸，跟这个地方这个凹呢就会刚刚好，恰到好处呢就会到一个定位。那原则上呢，这些卡扣呢你只要都能够扣得上呢，原则上就是说你的变形差不多也就是到定位了。这个地方呢扣不上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滑轨在这里，看到没有，你要把它往下面推下来， OK， 往下推下来它才能够顺利的去把它给扣进去。以及呢这里有两个凸，它就是要对应胸口内侧有两个凹，这样往上面扣上去。它的变形原则上就真的就是一个瑜伽的一个动作，把它扣到位啊，也就差不多了啊。然后的话呢，上方的这个部件的话呢翻折上来，然后往内侧转，待会的话呢中间上面有个结合的一个部件。那我们的话呢先把脚给变完好了，把这个腿给跟着变形完好了。那因为最后上面那个部件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组合。那腿的变形很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人的一个手掌，把这个手掌的部分给张开来，然后呢这个手指的部分给收到内侧去，这块部件呢给翻出来，一样做一个反转。然后呢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它就是要扣进掌中心有一个凹，我们呢将它给扣下来。这个手指的话是我记得是应该是直接翻下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到这边这个拇指的部分是要往内缩进去一点点，好，这样子把这个扣进去。然后呢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伸出来。那这里的话呢有两个部件呢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整啊，比较就说明书来讲的话呢看得不清楚，因为它画面切割的太小了啦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一块部件这里有个缺口，这个部件啊转到跟这里是同一面，这块部件呢是要把它给挑出来的，这块部件从这把它给挑出来。那挑的时候是这里有一块部件它是变形成人的时候是要折一下，变形成龙的时候把它给整个翻出来。然后这个盖板呢你看到吗，这里是两个洞，就刚好扣这两个凸，这样直接下来就可以了，扣上去。以及呢从侧边这里有一块小部件，这个时候把它翻出来，然后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呢往后推一点点，把它给塞进来，补足这个地方，这边退开一点点，退开。好，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啊，这里利用双动关节先往后推一点点，再往前面翻一些些啊，它是一个双动关节的一个组合方式，从这个地方扣上去。这个腿的话呢啊就算是
变形完了啊，这个脚后跟的话，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松。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一样，先把手掌的话呢给转180度，然后呢，这个手拇指放进去，这个部件翻出来，翻折过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一块凸抠进它的一个掌中心有个凹，这样子将它给放进去啊，这里。那这个都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才能够去扣得上，你就把它转到一个特定角度扣上就可以了。这边我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还没扣到位。 OK， 好，这样子压进去了。然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一块部件啊，这里先把它往下折一点好了，这块部件就自动拉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平扣下来，把这个龙形的小腿前面扣上，然后呢将这个内侧这一块部件翻出来，然后利用双动关节呢往侧边推一点点，然后呢再从侧边来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龙的一个后腿的话呢就也算完成了，龙的一个身体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就把它的一个流星锤的这个部分呢给解开。那么呢从流星锤变成这个龙背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原则上呢你看得到的能够解开的呢就通通的都把它给解开啊，只有两处的地方呢要稍微的说明一下啊，我们得给各位讲解一下好了。首先是这个部分啊，这一块部分你翻出来之后，在这个转轴的地方呢要记得要旋转180度，这个地方是记得要转，这个地方是比较会去忽略到的。再来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要记得把它给拉伸出来，这个地方以及前方这里的话呢要做一个反转啊，就原则上就是把它的这个带尖刺的部分呢都给转到朝外侧来也就可以了啊。从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放进去啊，这里好 OK， 这样子把这个带尖刺的部分全部都朝在外面啊，就主要是这个部件啊，这个地方这个翻转比较容易去忘掉，其他的话倒应该问题都不大。那我们就把它跟这个龙呢做一个结合。那跟龙结合之前的话呢我不再给各位提醒，因为刚刚可能有时候变太快没有特别去讲解到请你特别 check 几个点哦除了前方刚讲的几个点之外呢，这一根这个龙尾巴的这一整个这个枝条这个部分啊，这里一个连接杆的这个地方，连接杆的这个地方呢它左右两侧呢各有凸出来，那要跟人形的这个膝盖的两侧各有凹，这个地方记得这个地方要记得要把它给合上。然后呢这个两条腿的中间，两腿中间也有一个结合卡扣一样要扣上。还有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结合卡扣在这里，这个人的这个腿啊跟这个地方自己要做一个结合这些地方都碰都确实的密合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扣上去。那结合了最重要的四个卡扣是一二这两个洞，还有这两个凸三四，它分别就是对应了这里有两个凸，这两个凸是最重要的，我们先把它给扣上好了啊。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地方扣上。那因为是稍微我看一下，蛮变啊，所以 OK， 扣上。扣上之后的话呢，两侧的话把它往下压。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有个部件，这里翻折过来，它会刚好，如果你压得到定位的话，一扣，它会刚好扣到一个定位。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压下去，扣过来，好，扣上。这四个点只要扣上的话呢，整个龙背呢就几乎已经非常稳固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两侧这两个部件自己往中间结合。那你往下扣的时候呢，这里这个地方一样，这个部件啊，记得要把它给往下压一些些。那你往下扣，如果说呢，你的这个两侧这个部件这样扣过来 ，OK， 这样子很顺利的，两侧很顺利的可以密合上，表示你人形的膝盖呢是压到最下面，已经压到 OK 了，是没有问题的。那后方这些部件的话呢，就不在话下了它只剩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记得把它转出来，然后由这里扣下去的时候呢，这里是有一个凸，这里有一块凸啊，就扣这个洞。我们刚才变形的最后的最后呢，我发现其实是这一块部件下来，它是要扣到侧边这个地方。一旦扣上之后呢，整个龙形的背甲跟龙的本体
就会达到非常密合的一个状态。好，龙行怎么样呢？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啊。当然它的比例上面呢，一定呢会有人呢去嫌它的一个尾巴过短，确实我也觉得这个尾巴的这个长度好像不是很正确啊。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的呢还是拿出这一款。你看到这个龙的一个尾巴的一个比例跟这个的一个尺寸的一个比例来讲，当然是不太正确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可以变形的玩具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讲是要讲了，但是呢，不能算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了啊。然后龙头的部分，我们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细节。龙头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拉出来，然后呢，可以就左右做一个转动。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呢，我们在人的这个肩膀肩胛两侧。它的位置为什么有一个上下错位绕过去组合的一个地方，它就是为了要实现到龙头是可以左右转的。这个呢也是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龙头变成肩甲这个部分的设计呢，是我个人感觉到最高分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嘴巴也可以张开，舌头呢是可以动的啊。那这个舌头有时候会动到一些比较挑不太出来的一个位置，我拿个东西把它给挑出来好了啊。这个舌头啊，我要割你舌头啊。这个 OK， 那个这个的终于的话呢，就是这个是SS 的话呢是没有附舌头的，所以之后的一些配件包啊什么都会把舌头给做上去。那因为它内部的话呢有一些孔洞啦，但是显然不是要做可以喷火特效剑的一个感觉。那牙齿的话呢也做的非常的有层次，你看它至少是有分成两层的一个牙齿啊，上面啊，至少上面有两层，下方可能是一层，这不至于割手啊，这个保护的一个机制还是做的挺可以的。然后特别这里有一个金色的这个移牙管，特别的地方有流露出来。那这个下方这里一层一层的这个细节，这个完全是可以没有得挑的一个细节展示了啊、哦，包括红色的。哦，不对，应该说金色的部分也是有分铜色跟金色吧啊。那手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可动前后动，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还多了一个手肘的关节，然后是一个奇怪，这是真的只有两根指头吗？有这么样的脆弱吗？我就不知道了。那血红色的眼珠子非常的狰狞。可动的话，腿的话比较可惜，它的腿啊，你只要稍微去外面的时候一掰它就爆开了，所以比较可惜。它的这个腿的话其实看上去有关节可以动，其实几乎都是不能够动的，几乎不能够动的，反而是尾部的可动的话出乎意料之外来的好啊。这里可以左右动，这里只是一个左右还可以上下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只有上下动，那这里也是只有上下。然后后面的这些背上这个刺啊，每一根刺的话呢都还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做一个移动，都是可以动的。所以这一款的一个尾部呢虽然短，但功能还是挺强的。从后方来看，是人的手掌在后面，但是这个都是很小的缺点了啦，很小很小的缺点。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呢跟它所附带的这一款 OP 呢做一个这里还是要讲一下这些啊，在龙庭下就没有得玩了。那它跟 OP 的一个组合呢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直接对准了这个洞啊就给它放下去了啊。我们的话呢将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全部的做一个搭载好了啊，全部的做一个搭载。这个的话呢也是变形金刚第四集，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系列里头啊算是最经典的画面之一了啊。这个 OP 呢骑上了被他刚驯服不久的这个 Grimlock， 然后喊了一句对不对，We charge together， 对不对？我们一起冲锋吧啊！这一幕的话呢，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啊。变形金刚第四集呢，可以说是我个人是属于比较喜欢的一部，很多人不喜欢，但对我来说的话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集。因为我记得那部电影的话呢，我一共有十几个朋友，我们一起进电影院去看，是我一段非常非常难忘的回忆啊。那这一款玩具的话呢，整体的表现的话呢，人形跟龙形的外观来讲，卖相来说呢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变形的话呢只是因为体型太大，所以在摆弄的时候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吃力，但它的变形真的不难，而且没有细小的部件。整体玩具的综合评价来说，我已经很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东西了。你非常可惜，你的名字叫做绝创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卖5万日币啊，你只能够卖台币5000块钱。
啊，或者是人民币1000出头啊，非常可惜，因为你叫做绝创。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